在礼拜五啊，叫第一是叫做外境内境啊。其实啊，你今天来了呀，没有真正学佛啊，没有真正学佛也不懂啊。这个不懂在哪里呢？不懂啊，我们的五脏六腑啊，细胞都是众生啊。像现在不是佛下来，人到哪能够打开这个东西？就像祖师大德是教你怎么去净化，来修行啊。其实人体也给大众讲，纯净纯善啊，对自己帮助是很大。假如说你今天呢，能够听佛的话，能够啊纯净纯善给大众讲啊，大部分你都能够见性啊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这个像我们现在修行啊，也给大众讲啊。身为外境啊，何为外境？身体以外之所有境界状况啊，在包括外界能量事物，皆为外境啊。那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在我们这个贵宝啊，所以包括外界人事物啊，皆为外境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啊，在第一时或在讲外境内境的时候。也给大众讲，这是很重要。主要是净性啊，像我们来到我们的相关大佛寺啊，来就是要净性。像有的人也是高材生的啦啊，高材生他什么都不要，他想净性。你这人是很有智慧。为什么智慧呢？人道很短的啦。人道你只要取其身子，你人生就完蛋了。像我学佛才知道，哇，娶妻生子啊，也是结婚了，哇，生孩子这事情很严重，你大部分都不能尽兴。为什么大部分能尽兴？只要你有家，你就会想，你想心都不清凉。很多人不懂的啦。像我们的内经啊，五脏六腑都是重力。像啊，我也给全世界人讲啊，早一点学佛，认识佛法。你认识佛法的好处，就知道你一点动念啊、自私啊，人家就抓到了。不是我打开，我们也不懂啊。而且你越自私越自私，像以前啊，我在做生意啊，人很好，很早就走了。那为什么人好很早就走？他很会想啊，一直想一想，你想好没有关系，想坏人家众生就抓你了，没有人懂的啦。甚至体内给大众讲，这灵性众生，如冤亲债主、附体众生等，是为内境。外境与内境差别在于心量。所以也给大众讲，你顾好这心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的。像你做好事，绝对不会吃亏的。像我在这这个几年呢，都在教导人家啊。其实出钱出力，没有人看好的嘞。你要出钱，没有人要的嘞。可是我在做，我不灰心，人家看我做。没有人要做为什么没人做？做这吃力不讨好人道有懒惰你要气得半死要付出代价。像我是不会的像我讲经给你听，你不听你去说吧。现在你们几个都看见了，我也不用讲了一点点动念都不行，都要受报的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很严重哦，像我们人到了执着了、分别执着了、恨了、爱了、嫉妒障碍，这身体在用的了，没人懂。说对于清净平等一体感到生疏，从小没人教故意轮回其用，未见清净平等一体之系统。像我学佛。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教大众，
啊，你听就进来，不听你走，我不会留你。啊，没有心在这里学，我不会留你的啦。像要学这个东西，要有慈悲啊，他才会在住在这里啊。啊，主要要度众，像都是很自私，很难哦。啊啊！现在你看到自私害谁，当然害你喽。像我们现在活在开示啊，啊，有一讲一，有二讲二，帮助人开悟的嘞。像人道最怕就是打妄想啊，啊，那是有啊安排或协助，啊，令事情啊得以顺利发展，同样地啊平等一体。啊，也是指精神上明白生灵平等无高低一体无分别。这句话我也给大众介绍，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。啊，现在就像我们的人道来讲啊，啊，有读书就认识字了，啊，没有读书就不认不识字，这大家就这样子也懂啊。再来就是你的清净心，啊，你的慈悲心到底有多少？他一点都不能骗人的来。啊，你啊越慈悲越慈悲，我给大众讲啊，越是帮助人啊，你越提升。像你打开人家的智慧，你自己就打开了。像我苏师姐，实际上我本来笨得要死，啊，我妈都讲我很笨的嘞。可是我觉得好事我要做，这个好事很多人都看不好，啊，你吃力不讨好。像我是啊，哎。五年时间呐、啊，啊，每天早上两点就起来了，我从来不迟到的。啊，你看我在啊，有一次跟老法师在布里斯本，啊，人家在睡觉，我都是两点起来的。那胡居士叫我去雇老法师啊，我去烧菜给他吃的，我从来没有不两点起来的。我现在是在超度，因为超度非常多。本来都是我在临终的，啊，我的脚被重症给拉断了，很值钱呢、啊。像我也给某栋讲，你啊不要干扰人，像我不会替你讨债，你干扰别人会给你讨债，他没有修死掉他会找你，你就不要当人，我是不会的，因为我是西方人。像我也给啊法喜他们讲，我为什么？不要你们去收钱供养，你们还不了的啦。像阿嬷养你们，阿嬷要去西方了，阿嬷不会给你们要钱的啦。你也不欠债，不然你欠债很多。像我们这里的出家人，不能有钱的啦。啊，有钱就犯戒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同样。同样地啊，平等一体，也是指精神上明白生灵平等高低，啊，一体无分别。像啊修行，很多人对这身体啊不了解啊，我也给全世界修行讲，主要是在净化。啊，这个净化就是你要领悟了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很可怜的，忧郁症啊、躁郁症啊、精神。啊，这个是都是自己为这个身体付出代价，很自私的啦。像人体要不要顾？人体顾是不要给他生病，主要找回自信。啊，人体你越自私啊，你的病越重。没有人知道的啦。像佛法已经打开给大众讲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天体。啊，天体的意思是你做什么事啊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啊，这个因果它一点都不能跑掉的，叫宇宙准则啊。啊，不要有说啊，我今天在做也没有人知道，在生在慢慢看到在受报了。
造报很严重的嘞。下面这受报你没看到在枯萎，那个世间人最笨啊！为什么人体你要顾顾不来，除非你用天体宇宙准则才顾得来啊！你只要一细细的自私啊，人家就找到你，你身体就附体啦。在我们的相关大法师，哎呦，看得好清楚啊！一个月、三个月、一年、半年，看得很清楚。人在枯萎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而且你的脸上都写出来，你是怎么啊被附了这么多，都写在你脸上的，每个字都写得很清楚啊。我讲这个，你才知道佛法的高干。佛法，学佛啊，啊，见性就不得了。啊，那你说见性救谁救你呢？啊，一点一滴啊，你的身体在这宇宙之间，一点一滴它都进去了。啊，你造业它都一直在进去你身体。啊，早一点学我，止住这心念啊，他身体不会被动的。现在没有人跟你讲这么清楚了。啊，像我自己学佛，学的看到很多，我都讲给大众听的。人道没有路了，啊，人道从我小看到大都生老病死，没有一个没有。像我就是突破给大众看，只要你听佛的话，啊，照无量寿经走，一小步印都可以的。像我给修行人讲，来到我们这里修行，不要讲理由啦。啊，早上了起不来啊，你没有理由讲得来。早课很重要的嘞。啊，要讲理由，你就回你家。我们这里都要见性，一岁到一百岁都要见性的。我给大众讲要听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来到贵宝地，清净平等一体其中。啊，但在思想上，啊，这个精神上，明白修行，不打妄想，不起分别，啊，不执着。但事相上所起之分别之作，乃是经过安排协助，全世界以顺利发展，同样平等一体啊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好像听不懂，像我们现在讲不执着，人家讲说啊，我们道场不是不执着，你怎么管我这么多？那就不对了啊，这是要有规矩的啊。讲你在我们道场都不规矩，你造业很大 哦，你这罪扛不了、哦、啊！不要讲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都不怕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。啊，一点一滴都在因果里面呢、啊。爱是指精神明白，啊，生灵平等，无高低，一体分别。但在思想常常有所分别，以立身纯洁啊，彼此之互通，此为外境实况。啊，像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主要人体是要见性的。啊，人体啊，你假如不能见性。给这种你被附体都慢慢淘汰，就生老病死。像我的表法就是学佛了，啊，精神好，而且记忆好得不得了。啊，这个记忆好在哪里？
啊，这个不像人老了说没记忆，我们不会。啊，我尽量我身体都是放空。啊，放空的念佛。啊，我喜欢念佛。啊，讲事情办完，我就坐下来念佛。我的念佛啊，从啊心念啊，全身都发亮，发光的来。那为什么你念佛发光？真心啊，主要是要帮助众生。我们不像你阿弥陀阿弥陀念的没有，我们不会。我们每一句佛号都放光动地。那天我就叫孩子说，我每句话都放光动地，问佛啊。结果孩子讲说，我也要，可以呀。啊，只要你是真心都可以的。什么真心？超度。佛怎么超度，你就怎么超度。香火华界众生啊，像这句佛号这么珍贵啊，你们不会用的，很可惜啊。啊，学佛啊，这个佛法念不好，那不是佛法。像我自己啊，啊，佛就教我，我都在中的来。每个人都可以的了，所以啊，身体内静啊，五脏六腑和细胞在，啊，彼此能够维持和谐互动。这个和谐互动大家听不懂，六啊，五脏六腑细胞都众生的，千万不要躁，躁大家听不懂，啊，烦躁，啊，心有火，大不你把细胞给烧了，你就生病了。像我看你们几个都有。很严重的，那谁受伤？当然你身体受伤了。啊，人道要不要很厉害？不用。啊，人道你厉害的对人呐、啊，你的身体就完蛋了。看你现在澳洲的医院这么多，满满的。啊，台湾医院这么忙，没有人解开，现在佛解开了。啊，原来你们都自己把自己给毒死了，不能做主，都是众生做主。啊，他叫你生气就生气，叫你烦就烦，啊，叫你怎么就怎么样，叫你不要笑就不要笑，那你完全就是傀儡了。很严重的嘞，真正的佛法叫心法啊，心啊带动啊平，没有起伏的嘞。人道很可怜呐，人道不是佛打开，也没人知道这事情严重，都是自己毒死自己。像我们说人道个性好不好？不要啊，你越有个性越有个性，就把自己给毒死了啊，你个性呢就把你细胞给苏醒。像我们俩过去的造了这么大业，现在我们讲摩羯，其实人道我看摩羯太多了啊，你的霸气啊就是摩羯的霸气啦。像摩羯为什么这么坏？霸气啊，没人懂。
找你今天五脏六腑啊，细胞之间的波动了，这个波动叫做生气呀、啊，还是不满啊？啊，你五脏六腑这样，尽力没有办法安宁，你细胞出问题了。啊，那到底谁害我们的？当然是自己害自己了，也没有人害你。啊，我佛慈悲啊，把这个东西给打开了。把人体给打开了，啊，像在上面拜佛的要听啊，啊，你才有个性，你的病是自己找来的，包括小孩子都一样，有个性人家就抓走了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嘞，像啊，世间人也不懂，啊，生病看医生，我从小就讲这不对。啊，医生呢来学佛那就不得了。像我们人道，你说很聪明，医生讲你什么病就什么病了，你哪有聪明？啊，他宣布你五脏六腑出问题，你就五脏出问题，你就一天到晚烦死了。像我们学佛不是，啊，我们可以沟通的嘞。啊，五脏六腑细胞对于啊内静安宁需要重要，说内在的灵性众生及啊记忆在运作，如同人之身体为啊躯壳，内有上风气魄做主，若上风气魄丧失啊，难以自主。现在啊，这社会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佛都在急救。急救叫你学佛了，像你们学佛都没有改啊，那不是学佛的，你们都不是学佛的。人家学佛改了，个性都不一样，你们个性还很强，那不是学佛。按理说你要翻译也不可能，而且不要出家，出家罪更重，因为你带动人家不好啊。都是无间地狱的，啊！所以我给大众要出家，一定要看。我真的为众，真的为众生。啊，假如说你啊带动人家道场不好，你罪都很重的。这不是我讲，这佛讲的。啊，包括在家说来做义工，啊，来这里啊，人家不能安宁，你罪也很重，而且大部分上风气魄难以自主，啊，同理啊，脏腑及细胞类这里啊，零零中的记忆啊，也被躯壳而置换。啊，现在说丧失记忆啦，或者变得个人的情形啦，现在很多。啊，现在去个有的痴呆症，看你是谁，我不认识你。啊，听讲说以前精明的不得了，下来最笨就是真真啊，真真的对人呢，这是不对的。很多我看了很多，现在给大众讲，人道有好处就是学佛要改。像现在你们一口气在，我劝你们要赶快改。啊，绝对不能有个性。假如说你个性还是很大。你大部分都无间地狱，来到这里，我给大众讲要听。
不是只有出家人，在家都一样。现在啊，六道很清楚的，佛法的教育就是在教人了，赶快改。像连人道来讲，看到病重了都在大喊，那个都在第一手跑，很多人不懂，很严重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脏腑细胞啊，这个可用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是法水灌溉净化，可在教育盖净化，可维持最好的功用应用，要听话了。像身体还在，还可以改；身体不在就不能改了。现在这灵性的生活来讲，像现在食物，你就是灵性的生活了。灵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像人道很严重的啊，人道教育啊，啊，尤其父母啊。哦，孩子生出来也很严重了。站在我们这里啊，啊，不是不要亲情，啊，你过分的啊干扰，对你自己伤害很大。小孩子都要独立的，像以后我们这里有小孩啊，我们不准人家家人管。家人管啊，我都不要，叫他走了，我不要。啊，一定要道场来管。搞了感情了，孩子也不能尽兴，很严重的。像我们这里养人家，主要要尽兴的。啊，养人家你在搞亲情呢，我不喜欢了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为什么都不能尽兴？搞感情啊都不能尽兴的啦。给大众讲听说，可在教育，可在进化，啊，可维持最好的功能运作，可充分发挥啊，灵敏觉知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在我们这修行，最好是纯净纯善的。啊，什么都要看好啊，对你自己的帮助很大的。像现在这个身体，随时人家都可以用走你身体，只要你不是宇宙中间，人家就可以用你啊。现在佛讲的大家要听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法喜法师方面的业道中来。啊，业道业位业感业中心障业力茫然啊。众从业道中来啊，今末在寻业啊，当一啊净地啊寻宝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。他现在讲的所讲就是我们都是从业而来，每个人都是。啊，这个业我也给大家叫做情绪了。家里情绪都很大，你业很重。很多人不晓得情绪很严重的啊，只要你有情绪，大部分业都很重。这个当安静心啊，莫寻业道，莫在苦啊。像这个也是叫我们修行的。像修行很重要，孩子啊，此生当一名悟啊，此刻啊，这个练心。啊，以为啊，明业所业啊，就是这个心啊，啊，这个动叫做念心，啊，也是明业所啊现，啊，为自心所选，人心可定。像现代的身体啊，都是阴体比较多。
啊，这个阴体啊，我也给double归到父体。啊，归到了父体啊，比较怕的，怕寒，非常严重的嘞。啊，那为什么归到父体，他有贪？像我给大众讲啊，鬼道妇女身体啊，大部分都是贪嗔痴来的。啊，为什么当鬼？贪心。贪心都当鬼啦。像人道有的修得很好，一点点贪都不行，有贪也是在鬼道。人道很短的啦，像我也给师父金光大法师讲，你一定要听啊，把你啊躺在床上，还是你开始生病，啊，你的肝脏啊五脏六腑包括头部是谁控制，都可以写出来，都在抓这个东西的。而不是谁在请众，是佛身心疗法。啊，为什么叫做这身心疗法？叫身体有众灵，啊，跟众灵调整，把众灵请出来都不用吃药。啊，那众灵怎么多很多？那众灵怎么这么多？你想来的？啊，你越自私啊，越自私，越会想众越多，这不能骗人的啦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孩子啊，此生以名物哦，啊，此刻练心以为啊，名业所现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你有贪，啊，鬼就出来了。像现在鬼道附体多不多？很多，要跟你有缘呐，啊，什么都有缘，跟你息息相扣，啊，你所爱的跟他一样，他就进你身体了，啊，为自己所选呢，心入何地？啊，净土当知珍宝哦，修行精进，啊，脱离业。啊，解脱离业，像现在我也给全世界在网站听着讲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啊，每个人的因果业报都在自己手里了。现在我发现呢，我看看我们这里贵宝地的很多人医病的啊，包括你们的个性，都是你们个性来的。你们个性把你们害死啊！那个性好不好改啊？根深蒂固了，根深的蒂固主观强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讲，人体在这时间啊，不要主观太强啊！你主观很强，对你伤害很大啊！你主观强，众生都苏醒了。啊，不要说外面苏醒了、啊、你里面都在苏醒，没人懂的啦。啊，所以啊，净土当知珍宝哦。啊，这句话怎么讲？净土的零污染，啊，一点污染都没有的。啊，修行清净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组温淑成华兴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许多人所向往的圣地啊，如今自己也踏上黄金铺地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心间充满感恩啊，可在菩提在念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每句话都全真充满能量，
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啊跟世间隔绝，没有人问啊，没有人间的喧闹，还有欲望追求，啊，一切都如什么样？像他在讲这个，感触很深。我们人道有身体，就有这欲望，而其实现在人道的欲望，给他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。但现在孩子都是造业，所以很感恩师父能够啊接引俗尘和其他五十九位，对我们来说，今天是真正人生脱离啊大好的事。啊，我叫做温淑成，台湾新竹人，爸妈都是国小老师，爸爸靠着阿公一手的栽培变成国小老师，妈妈是家境下不好，领着奖学金读到毕业，优秀学生许多，爸妈朋友都说爸妈的基因很好，到时候生出来一定优秀。我是爸第一个孩子，也是第一个儿子，啊，也是第一个儿子。我的出生让全家都喜悦当中，爸妈特地带来最好的油饭、啊鸡腿、红蛋，分送给亲戚朋友来祝贺我出生。我很爱笑了，啊，所以啊，从家人缘很好。爸妈在我成长过程中啊，买了很多启蒙书啊，玩具给我，就希望我先开始学习，到时也不会输在起点啊起跑点，而我学习上许多反应都让爸爸觉得满意。六岁那年我高烧不退，爸妈发现我状况啊，已经不知道过多久啊，住了几天医院观察医生，我头部有被影响啊，往后一些反应可能会较为缓慢，要爸爸心理准备出院后啊，爸爸伺机照顾。刚开始我见到任何人都没有太大反应，双眼呆滞。妈妈其中是每天都会拨一点时间陪我，啊，陪着我，啊，旁边带着我开口练习，连续陪我几年，但我进步速度很慢。五年后家里又出生一个弟弟，爸妈将对我的注意力分散。弟弟学习很好，功课也好，长大啊，长得越大跟妈妈越来越像，也是让爸妈安慰。在学习啊没办法跟上一般情况，我必须要起智班，其同学有一些比我严重，有些比我聪明啊，较聪明的学生很多时候会欺负我，许多次我都挺身而出，啊，较聪明学生很多都会欺负我们，或许我会挺身而出，被打全身汗，全身伤。我的智力其实也是一般人差一点而已，所以很多事情我都看得清楚。为了让自己能力啊变强，保护啊这些被欺负同学，我跟学生当中所谓的坏孩子打成一片，让自己有能力。有势力可以保护那些被欺负同学，但我的办法并不是好办法，被学校发现我被退学，爸妈知道我后很生气，我啊回到家把我给打一顿，没有问原因，只是不要跟那个同学来往。爸妈帮我转校到了新环，一切重新开始。经过上次经验，我知道自己的方式是不对，重新调整，在课堂好好学习。啊，在学校中，老师在问未来志向，我思考很久，啊，都没有能够答案。最后我决定顺其自然，人生总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啊，秋前我看到很多同学因为身体有缺，感到对人生失志，甚至找不到活下去动力。此时我才知道自己算是很幸运，至少也没有放弃人生的念头。啊，我准备啊要毕业时。老师看我对同学都真诚帮忙，将我留在学校，给我一份工作，让我能够养活自己。爸妈看我生活稳定，啊，也照顾了自己的能力，安定下来。我弟弟成全爸爸妈妈，希望当了爸爸一样的优秀老师。在学校工作十年，我存了一点钱，
辞去了稳定工作，将那将那职缺让给出来，是在阿学门口租了一个小店，开了一个小商店，小商店生意稳定，成为同学们固定来啊来店。我卖了一些学生喜欢的食物啦，还有小东西。开了这店呢，目的不是为赚钱，而是想利用这帮忙啊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啊在学校工作，我发现学生有心理上问题，有些学生家庭生问题，开了一个小店，吸引他们，让他们对我信赖，可说出心声啊，我能够范围内尽量帮他。我跟了啊，我跟了啊，这个跟了好多孩子啊，啊，成立万林之家，我教了孩子怎么样的度过最困难时刻，怎么样走出来啊困顿。啊，店里开了几天后，我认识一位小自己七岁的女生，当时她因为感情因素，我差一点想不开，是我从中一直鼓励她，没想到啊，啊，最后我们两个成为正果，结了婚，啊，生了两个可爱孩子，许多人看我们太太美清，都是我赚到，但美清都会说是她自己赚到，活着现在也不会生活这么美好。这家小店在我美心境下，未来的小步，希望踏进小步人都能看好自己未来。对于孩子的教育，我不要求成绩，因为成绩并不是人生最重要。两个夫妻啊，以身教孩子，服务他人，帮助他人重要。看到许多孩子长大，自己也渐渐老去，身体有些病痛出现，在家长介绍上，我们开始学佛。家里人开始在寺庙当中做义工，义工越做越自己忘掉，心越显得开朗。回到未来小步，知道学佛好，有机会啊，劝大家学佛。啊，学佛后，我将未来的小步所卖的东西一律换成素食，也替被宰杀的畜生超度。53岁那一次，天地变化，我的急性肺炎就此离开。面对死亡，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每一个人人生啊，啊这个幕后都必须面对。没有气血，我排入了阎王殿。阿元告我过去，80前重击人头，啊人的头部，那一次有忏悔，才从重罪轻罚。头部很多时候还算清醒，这一次知道记得啊，活着应该是要过穷途潦倒的人生啊。因果啊，相当写实的，前面许多过去的画面很明显。我问阎王啊，我在阎王前唱，希望这里有赎罪机会。阎王见我诚信，给我遗嘱，让我可以服务啊这一这个第一众生，消除业障。在地狱服务啊，听说讲经，我知道自己啊过去学佛很粗浅，所以只要是我开始讲经，我更相当认真听。很多时候我也见说来地狱超度啊，六字红名，只要在地狱众生愿意念都有处理啊，所有的慈悲心让我们在这里啊这地狱众生感动，也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求生希望。好，这个等了5年了，终于上了上希望，感谢我佛慈悲，老师慈悲。其实啊，现在我们在访问这一组，我们也给大众讲，人到灵性不死的，这个身体力行啊，可能大家也不大听懂啊。就好像我们在学佛，这个学佛啊。啊，不是只有顾自己啊！啊，学佛的主要就是信解行证，就好像我今天信佛了，啊，佛都在超度人，我也要跟佛一样来超度人，这就是信佛了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呢学佛，你没有学超度，那不是佛法。现在我发现呢。啊，从我懂佛法讲，没有人走这条路再来。今天不是佛下来，我们也不懂了。啊，
活下来啊，才知道啊，阿佛的四十八愿也是在教我们的嘞。没有人懂，啊，对自己啊，给大众讲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我们要见性啊，啊，修行啊，见性好处就是细胞不老。啊，你能够身体力行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刚刚那个遗嘱，啊，过目不忘，没多久众生就找到了。像这个众生找到，我给他念头。像我们大部分都是善恶混杂，啊，没有真正的纯善，啊，他在等你啊，一进他就进来了。像我们现在那个智障儿来讲，给大众大部分都是来受报的啦。很多父母不同啊。啊，所以身体力行，啊，老师开始讲，一切心愿若无身体力行啊，啊，则为空愿，无成愿事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你来我们相关大佛寺一个啊，一定要清楚啊，啊，一定要清楚。像我们现在跟谁学，跟我和南无阿弥陀学。我是义工，啊，佛所讲的我讲给大众听，啊，我跟佛一样化缘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信自己很重要的嘞，啊，信以后自己要听经，解去改，嗯嗯，啊，这解以后行就行给他看，我改啦。啊，你就证悟了。我给你讲啊，活在开始是在救人道的，那你魔众以后会不会做人道会？啊，只要你忏悔啊，啊，你在人道，你只要造业，你会瞎眼的嘞。就是我今天开始给大众听，人家这醒过来，啊，你来盖着我眼睛啊。你的罪就很重了。像魔剑大部分都是我行我素的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我给魔剑的捏一条灵啊，你也是一条灵啊。啊，这条灵受报大部分都出不来，佛很慈悲都要救你们的来。啊，说无论呢心结、心证或心愿行，都将性之行啊归纳其中。啊，要做无做无做做了。啊，你说累不累？不会，像时间过很快啊。啊，每个礼拜三天就过，啊，每天又三天又过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你的时间呢，分秒必争，找回自己自信可以的。啊，所以啊，更支持二者对于学佛人呐，还是多重要。啊，都以性与行归于其中，身体力行，像那做事情做无做无做，佛慈悲啊！
啊，像啊以前呢、啊，啊我就学佛，啊学佛怎么样？佛你看极乐寺给你吃啊住啊都免费，我们家也一样。啊，人家来我们家吃住都免费，而且教你成长，都是帮助你的。像我也给修行人讲，只要你听到大法，像你在一庄里面帮助人都很重要的。像帮助人啊，啊，一天到晚忙的啊，你细胞就不老了，很重要啊。啊，所以行啊，需要有身宽有为。啊，辨识恶者对于修行人的是如此重要。啊，辨知啊，有生之可贵啊，由此假身方有可修，才有精进见性可能啊。像这个灵体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像现在一天到二十八通，就包括四种都是灵体。啊，你说二十八通天呐、啊，啊，已经这么干净，它上不了西方的。像以前地仙老和尚，啊，净土宗也很有名的人。以前老法师常常讲他，他的徒弟叫做啊，这个给大众讲，这个很多去西方的人。啊，故事很多，而且他学生呢、啊，啊，都很老实，也有郭乐将，也有塞拉祖的。都成佛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成佛很简单，就是你身体要净化。啊，这身体净化就是不要有这个世俗啊，像我们现在人道世俗很多。啊，世俗多，你心不清凉就不能见性了。很多人不懂的啦，那是灵界啦，灵性啦，啊，像人道来讲，生很重要，生人啊，见性的不给附体，现在问题啊，他们给附体都不能见性，很多人不懂的啦，啊，更加有生之可贵啦。啊，由此加深方可为，才有精进见性之可能。假如说灵就没办法了，现在我也给他啊，灵界你看看，六道里面只有人道而已，很珍贵哟。现在佛也讲，你意得人生是五啊，需要修五戒十善，并非易事。啊，我们就无界十善修来的来。看现在人家人是为了男女就走了，人生来就白来了。啊，像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大部分人不晓得为这个生，他不是为里面的灵性提升的。啊，这个灵性的提升，给大众讲，它是要净化。像有的人讲说：“哎呦，你们在两点起来，我们没办法，那你就不能净化了，那你污染就很厉害了。”讲，啊，早上起不来，你不可能见性的了。而且早上起来拜佛也不能分尘。啊，读经也不能分成，只要拜佛啊，啊读经分成，你要见性都难。那我给他见性很重要。这是奇怪，你们现在拜佛怎么会拜不好？像我以前拜，我都不想下来，而且练家经啊，一步一步就在练，也不会累。啊，假如你们不能念经啊，不能拜佛，一见性很难的、啊。
鸟见习都回来，甘之有生之可贵啊，又是家政方可修行啊，才有精进啊见性之可。这样人体很棒的嘞啊，一的人生啊，需无戒十善，并非一时啊，需爱护此身身体啊，给他东西。像在我们这里啊，啊，我都叫这个啊，我们的厨房啊，给他东西啊，越清淡越好。啊，像重口味的，大部分的身体就出问题了。啊，故需要爱护此身，令其发挥最大效用。啊，令诸子得用处，以勇猛精进啊，不论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基本日课每一项都需要踏实真实的日行。啊，越拜越好，越念经越好，那我给到你就赚到了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其实啊，你拜佛是啊，种植在你身上，它能给你化解的嘞。啊，而且、啊、给大众讲，净化啊，自己啊越拜越净化，啊，六字红名南无阿弥陀，心念不空过，人民诸有苦。像我大部分心念比较多，而且啊，这南无阿弥陀啊，用心念，耳朵听得很清楚，五脏六腑都听得很清楚的嘞。啊，说不论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基本日课，啊，令诸子的用处以行勇猛精进。啊，每一项都需要踏实真实日日行，故当啊善用此身，善护此身，非要折法啦。那、这不行，这就用这个啊，这不行不行，用这个要会折法。啊，你假如会折法，大不了能突破。像念佛不一定做了念佛，啊，像一个。啊，跑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都可以的嘞。啊，看你会不会折法。像我们呀、啊，给到了这个世界，啊，只要你分成时间就溜掉了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像我给大众讲，我们这里不能老的，老了就输了。所以啊。啊，与老病啊，这个啊，以末一生无名尘埃，与老病沉沦而去，而是带着此生突破再突破重重考验，啊，难关。像这个难关，我也给大家跟众生的，这就是我们身体有众生啊，拉扯。那为什么会跟众生拉扯呢？你个性没改，很多人个性不改啊，都拉书就走了。没有人懂得来，像你自己也会走法了，啊，你什么东西都看好，啊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能突破的，像人道一定要苏醒，这个世间啊，一点一滴都是骗人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像我在讲这个，很多人听不懂的。现在我们俩修行修这个身呐、啊，啊，错误的见解、错误行为、错误的看法，现在很严重的来。像我们是啊，薄地房屋。
啊，主观很强啊，大部分都卡住了。啊，那你要不要说不要？你要主观强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不能见信我。所以啊，信我，佛南无阿弥陀佛，阿的无量寿经，啊，再来啊，姐，我听经，我要改我的个性。啊，好，我做给他，你看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有进步啊，你就证悟了。啊，主要在解行呢、啊。啊，那解行啊，你抓得好，大部分你就可以进行。啊，像我学佛学得很快乐的来。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为什么快乐？佛开始啊，老师开始啊，啊，每一句都真真见血，像我讲给大众听，我自己也开了。像我们的修行主要是不病啦、啊，不老啦、啊，啊，变之有生之可贵啊，变。啊，由此加深方可行，才有精进见性可能。见性很容易的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所以的人生须行五戒十善，啊，并欲啊，并会于事，故须爱护此身。像这个此身呢、啊，要会折法。像最要不得就是啊，个性啊，主观强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啊，需爱物之真啊，令其发挥最大效用，令句子用处是行勇猛精进。像这个勇猛精进就是好，我今天啊八小时都不休息，我要突破，啊，我六小时要突破。都可以看你几小时突破，都可以见性的啦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啊。啊，念珠子用珠勇猛精进，不能拜佛念佛诵经基本律课，每一项都需要踏实正实的执行。像我们也知道，希望极乐世界有一朵莲花。像早课都是在灌溉的，这个灌溉啊，我就人家讲说的，在人道的灌溉，它不是，它是开智慧。啊，你要日刻啊，精进啊，它开智慧，那越来越有能量。像我们要智慧，主要是要度众的。度众很重要啊，度众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你度的越多，你翻度啊，翻越越快。啊，莫令此生啊，无名业海中分成钓具。像现在大部分老病的沉沦，像学佛，我们学佛不是。给大众讲，啊，不老不病哦，灵性不死哦。像现在净空老法师在发净土，啊，对这全世界人影响力很大的嘞。不是人死了就没有灵性不死啊。啊，像我们在三十天，他都要讲话，我们就给他讲。啊，传给大众听。假如你啊相信啊，我就恭喜大众，你能见性。可是你不相信，千万不要诽谤，这是佛地哦，哈哈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地方哦，哈哈。啊，你诽谤啊，罪很重哦。像我给大众讲，我们是文乃学，不文教啦。啊，你要信啊，我恭喜你；你不信，我没有随缘。
个人福报不同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像我们啊，不是走这个生老病死了，沉沦二十代的此生啊，突破再突破，层层考验及难关。啊，主要是啊，见性啊。像在我们这里见性好不好？很好见性，要看你。像你看舒适鞋，一天当两天用，很多人做不到，啊，还想说，哎呦，你们两天起来我没办法，那你就沉沦吧，你为了这身体你就沉沦吧。要突破的嘞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做人所不能做，这才是佛法。像你为这个身体不突破，就一直老了，啊，也没有谁害谁。现在你们看到都是自己害自己，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哦，啊，到底你要突破，还是随遇而生？像我们的心啊，要给大众讲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人很重要了，啊，一点都不能骗的嘞。像我也劝大众，想人家不好，不如念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像你现在在我们这里听经也看到，啊，假如你能够念佛，啊，能够翻页的，而且要跟佛心一样，清净、净善、无染。假如说你啊染尘了、染恶，不能见性的了。像我们这三年听到。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都不能污染的嘞。像我们的心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。啊，重要在哪里？啊，此时心当知有觉啊，此一念为合，念念相聚，觉合之。这一句好像说自私自利啊，一直想。还是想自己，众生都到了，像你们来我们贵宝地赚到在哪里？很棒的嘞！啊，这个身体要转业容不容易？很容易。啊，想给大众讲啊，念念相聚觉合之，啊，心念无分的是自性之相，自应啊有觉呀、啊。无是有份，皆是自心当改。现在你们来我们贵宝地也给大众讲，现在网站在听心法了。现在我也给师父啊金光老法师讲啊，像你现在救人很重要啊，救人就是你现在的灵界啊，以前是有身呢、啊。啊，有身体啊，知道都是给魔众控制，给冤亲债主控制。啊，你一定要看到说，啊，你这几年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一直老化。像以前啊，你在讲经讲说能学我不老的，我常常听着嘞。那你现在就要给他写出来。啊，你要写出来，你要讲，我可以叫他不要防魔众专防你。这本书出来啊，轰动武林的。像我们在讲灵界啊，不一定人家会相信。像我今天是栽培的四五个都灵界打开，不然人家讲我搞神通。你看我们这里是进化，我们在教你啊，都不能有外来。啊，心要进化，才能找自己。你要有思维，就不能够见性的了。像我叫比丘尼来讲啊。叫他们尽量访问，他们还不是一百听我的嘞，
他假如说一百听我的，那今天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今天的灵界就不得了了。我讲的是真话的嘞。像我自己来讲啊，我要求我自己啊，我都在净化自己的。啊，净化好处在哪里呢？提升自己啦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佛法是灵界的提升哦。啊，像我们人道来讲啊，心一直想，细胞就一直老了。啊，按理讲的不要一直想，细胞不老的，都会重。像啊，我给师父啊讲这个方法最好，念六十年讲经的来。啊，你能讲话还来得及，有没有道理？不像人家死掉，你要去问谁啊？像我把你啊放在法净土，啊，虽然不是西方，里面芳香无比的，而且你看还能精进呢，还能听经，还听佛的，开始你头更清凉。像这个要轰动武林的啦。啊，你在网站出去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在这里要看个人福报啦。我们只问来学，不问往教啦。护体要请众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嘞。下来我们这里啊，护体啊，啊，你要请众，你要超度我，你不超度众生也不给你化解、哦，要诚心哦。啊，说当病苦啊，现前呐、啊，啊痛啊疼痛难当的一瞬一息啊，难续时啊，当下的心是平心佛起伏，啊佛能够平心念佛。则希望万，就像孩子来讲，每次啊，阿就呼呼，我说你这个呼呼为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，你把它放南无阿弥陀，不就哎，现在在听我的，真的就好嘛。大众就像我们该跟着佛在修行啊，有事都可以找佛的嘞。啊，这个给大家，若能够平心念佛，则希望万。你看我后面做了佛啊。啊，祖师大德他没在，像老师在这里，啊，你还敢干扰？这个实在是某种很可怕的，没大没小。说若人啊，平心念佛，则西方望；若是起啊起伏失心，即使念佛，难调起伏心啊，则轮回心现西方也。像老我们的师父金刚老师过目不忘的，他现在回来了，哈哈，过目不忘啊！我又给你看过去啊，在最近这几期两年，你就一直在看，啊，看过去啊，你就知道写一本书出来，你救很多人，真的。可以救很多人的嘞。参加人体的解剖，啊，金空老师灵性的著作，那不得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再生六十年讲经，啊，灵体出来以后还能著作，你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也自己也可以翻页了。啊，身体。啊，你也可以讲出来，谁干扰你啊？不能给你做主啊！啊，其实这个东西啊，我也给比丘的师兄弟讲啊，个性啊改到零点很难呐、啊。啊，你只要有一点习气在，人家就能控制你了。我看到是这样啊。现在清空老讲说，
啊，苏师姐，你讲的是对的，这不能骗人的啦。像现在大部分的人呢、啊、都不能做主。啊，叫人做主，江一长就能做主了。江一长啊，很可惜的嘞。啊，他灵敏度是很棒的嘞，他变成外来太多干扰。啊，这外来太多干扰啊，问题出在哪里？贪嗔痴慢没断了。贪嗔痴慢疑恶见没断。啊，像我们在学佛来讲，贪嗔痴慢疑恶断没断了、啊，你的灵性就有人会夹杂进来了。没人懂，啊，因为我看得见，所以我在讲，不然你可以问佛。我们的身体啊，一点点的污染都不行。那你说好不好运作？不好运作也要运作了，不然也没路了。所以我给江一昌讲，很可惜的来，啊，你只要通通断掉，你说讯息就是佛讯息。啊，假如说你贪嗔痴慢在有贪的众生，有吃的众生，当然都有。我讲这个你就认同了。所以你看写的牌位啊，我看你就知道是正是邪，不是我在批准，啊，不是我在批准的嘞，啊，谁在批准的？当然是佛啦。所以你呢？空间打开的人，贪嗔痴一定要断。假如说你是灵界，你贪不断，大部分也是鬼神咒在给你做主。像我们这里的出家人，鬼神咒不能进来了。啊，只是说你的念头不对，人家能够可以做主啊。所以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贪嗔痴啊，不学来讲，这个东西不要。像你不要看书籍，我什么都不要的，我只要一尊南无阿弥陀佛就好，我什么都不要。现在我能够把净土本部盖起来，全世界通。像现在灵性的著作，我希望师父你能够做到。有没有道理啊？这做起来不得了。啊，所以不要访问无为博了，访问这个最重要。啊，当老化现前啊，无法实力啊，或停顿不前时，当下的心平是或起。现在问题啊，我也给现在世间人啊，啊，不管有身体有学佛，一定要听我的。你的身体啊，你再顾都顾不了。你要把身体放下，你才有办法顾身体。啊，这身体怎么放下？为众，把自己忘掉。啊，学超度，像一口气在，你还有救了。假如说你不听我的，你大部分呢，你的身体就一直给人家用走了。现在人道，我给大众讲，人道没有路的嘞。人道，你听阿弥陀的话啊，一直超度，一直超度，超度，把自己忘掉，你这个灵性就是自己做主了。假如说你今天还是很贪啊，需要这，需要需要这啊，贪贪又在想，我靠，都是众生做主啊，楼上都要给我听清楚哦，不是你自己做主哦，我好心劝你要听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啦。像现在里面呢、啊，不晓得人天眼目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？人天眼目就是通通都是有机体的啦。啊，你做一点坏，人家就把你抓走了，不可能啊！你做坏，人家众生不会找你，不可能的啦。现在只有把自己布施掉，才能救自己了。那我在讲了，大家也要听了。你是救自己，不是救我苏师姐，
像我给你开的很清楚哦，啊，像我现在叫净空老法师讲这样最清楚了。啊，净空老法师不管人家谁信你不信你，你就出这本书，对不对？你六十年讲经啊，你啊这个，而且不要你打，你念出来、啊、给他们打就可以了。像我们几个比丘尼都可以的嘞，速度很快呀、啊。啊，不要有身在度人，灵体也可以的嘞。像你的灵体啊，你看魔众的聪明的不得了，每个都很聪明的啦。他没有身体啊，我讲的你没听呢啊，他只是啊这个啊那灵体的造作业，就是那个性造作业。你知道魔众有多笨？很笨的嘞，魔众很笨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人到这个性你不改，跟魔众是一样的嘞，没有身体都到魔界去了。啊，像这个佛的开示很棒的嘞，都是活在当下了。啊，对你自己就救你，所以、啊、当下是平心佛起伏心，若能啊平心念佛，则西方有王；若是起伏心，即使念佛，一然挑战。像我也给师父讲，你这本书出来呀、啊。啊，京东体系有听你的，你就可以，我请你到西方了，而且品位很高，因为人体没办法人家控制啊。啊，你看魔众这么多在控制，一个念头不对就控制的嘞，很严重哦。只要你有身体，他才能控制你。啊，所以身体的修行很重要。啊，贪嗔痴慢都不能染的，一染就不行的了。啊，说若是起伏啊，更是念佛一染调伏其心，只是让轮回新鲜的希望你。所以当时苦现前呢、啊，身体四大分离啊，啊痛苦难当。当下是心是平息起伏，它这速度很快。啊，你假如说有四大分离，大部分都是下地狱的。而且人家念佛，他不是四大分离，他是不病不老啊，而且灵性不死，他跨步的。像这个我要给大众不一样，而且你也可以带你众人往生西方。你有本事说好，我要回家啊，我的五十大西方跟我走了，他就走了，你债就还掉了，不然啊很难还哦。像现在我们魔界抓这么多，你们现在比丘、比丘、师尊的，你们觉得都是魔界来的？你们现在都知道了。你像我很棘手，你们大部分都魔界，个性都很强，尤其那是大魔。个性很强啊，这大魔来的啦。你看魔界在讲了这么多了，都是个性。像我们里面的修行家有个性，都是魔来的。也给大众讲说，啊，做了魔，你现在做人都不能做主。很严重的嘞。这不是我解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像现在啊，师父你就赚大了，我给你提降最好啊，你也看到我在超度啊，
那你也可以看到过去我都给你看啊，从你啊啊在开始在山顶拉的啦，我看到是这样。那时候我去见你啊，你坐不住，我就知道不是你啦。像有时候要救也很难救的嘞。啊，今天呢、啊，这佛开始、啊、讲出来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人道很难救。啊，人道只要救下来，你就开悟了。你说做事你听不听话？很听话的嘞，可是他不能做主，你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的。啊，才知道我们身体有多少在拉，没人懂。说当时苦现前啊，身体四大分离时啊，当下心是平心佛求。啊，佛是平心念佛者，身息有望，则是起伏啊，啊，即使念佛已然调伏其心。像啊。念佛相应跟不相应，就是在这个心呐、啊，啊，一点夹杂都不行了，这就叫做起伏了。起伏叫做啊，我要我不要，啊，我到底要不要不要？那你这个人已经不能做主了。佛法的大根大本啊，为什么找回自信就在这里？像你没有自信，这东西讲不出来的，没办法讲的。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修行呢，大部分都要取智啊，这样取智啊，这个方向这里不能救众生，要什么方向再来救众生？那我们的相关大法师的好处在哪里？灵性不死。像你们台中啊，连社啊，要跟徐启明讲话，我希望给他掉下来都可以的。像徐启明的啊，这个夫人呢、啊，啊，在不在我不晓得，儿子呢、啊，要来跟他见面都可以的。我马上把徐启明叫下来。像你们啊啊，在台中的李师公、李炳南师公，他都在这里啊，你也可以来跟他讲话。像我对李师公很恭敬的，包括张家师公，还有方东美师公，都是啊，净空老法师的老师的嘞。这三个师公啊，每个三十七年我都有在邀请。所以人家讲一律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师父你也看到了。八卦环境主要就是像我们这些啊，这个北京的净宗学院啊，里面的那个啊，这个总啊，这个总务啊，以前呐、啊，第一个净啊净宗学会啊，净宗北京呐、啊，第一个是老师夏林居老居士创办的了，再来就交给环境主了。像环境主啊，我三十几年也在请呢，他都有来。像你们要跟环境组讲话都可以。现在我也给啊这个中国人讲，包括你们啊对佛法认识的，假如我签到希望你都可以来，啊你要叫他下来我都可以。这不能乱来的嘞。像我们啊栽培比丘尼啊，空间打开都能跟佛对语的嘞。啊，跟众生对语很简单的来。现在我也给台中联社讲，啊，你们假如要来见徐启明教授都可以。他是个文人啊，你看他写的那篇很棒的，华清华问的来。
啊，每一句的含义都很深广。所以呢，虽然只有两篇、两三篇呢，意思深广的。像我们呢，在比丘尼好处在哪里？啊，你越净化，它在房屋里面的深广无边的。啊，你看徐启明教授，他是一个文人的来，啊，讲话含义，啊，我问他有没有在华经见到，啊，这个师父就有，他有跟他对话，他讲简单两句话，哎呦不得了啊！像我们现在给他的话不用太多了，重要是一句话都能清醒。像他跟师父讲的话。我很重意简单，问题就出在自己个性。人家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啊，像西方的圣者，只要你认识我，都可以叫下来。啊，为什么？为度众。我给大众讲又听我，像你们现在要跟我一样有法身，啊，找回自信，都可以来回西方的来，很简单的。像现在问题就是要把世俗给断了，啊，越干净越好。见性很容易的嘞，啊，像我在讲经给全世界听，啊，等啊，啊，师父啊，这个讲出他这几年通通讲出来，问题出在哪里？讲出来，人道没有那么容易的啦。像全世界只有这一家，啊，像财团佛人呐、啊，还是总理，啊，你生病来找佛，佛可以给你医下来，可是你要给我建盖净土门部，要乘船，啊，这可以的。啊，现在我在超度啊。空间一直打开啊！啊，我这空间打开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超度无量无边众力，像你们的身体啊，都是空间的嘞。啊，空间呐、啊，含藏的非常深广啊。再来，不是我今天学佛，我也讲不出来。像我在超度，看到太多了。啊，人到了贪嗔痴慢疑财色名，你不断，你这病永远好不了。我给大众解药听，不管你贪什么都一样。啊，能够有知足常乐，大部分可以找回自信。像这全世界没有的嘞，只有相关大佛寺啊。啊，这个叫做智者了。像我们这个灵性也不是不能讲话，所以是可以的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所以孩子们，当知啊，随即保持清净。啊，找回自己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。相关大佛寺啊，是个宝地哟。啊，人呐、啊、会生死，灵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早一点来找佛，啊，给大众讲，找回自己可以的来。啊，所以啊，老师讲，平心与起伏啊，当病苦时啊。疼痛难当一息啊，
难虚实，当下心是平心或起伏。若能够平心念佛，以则往西方；若是起伏，更是念佛啊难调。这个起伏也给大众，大部分人都是放不下。像人家真正的念佛没路了，我只有佛人就往西方了。像你们现在没看到灵性空间很大的人，像我在超度的范围非常大，一个中国你看这么大，东南亚就不得了了，包括日本，空间很大的嘞。啊，香港、台湾，包括澳大利亚，啊，最重要就是海底的山河大地，空间云端。像你们不会跟云端讲话，云端都可以对话的嘞。现在我今天也讲了，啊，我这十天呢所讲的经，啊，不管银河系啊、宇宙之间，包括情与无情同种都能听到。像我超度的地方，海底海龙王都能听到的嘞。啊，包括啊这个。宇宙菩萨、延禧菩萨、新佛子，啊，常能法师他们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当啊，老化前无法实力啊，停顿不前。现在老化当中的附体太多，这样啊，给大众人道迷路了，要多做好事啊。啊，能多做好事，对自己帮助。当下是平心起无心，或能够平心念佛，则西方有关。若若起无心一事，念佛已难调其心。啊，此之沦为心在西方也。所以要给大众，这身体不能动，很多人做不到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讲人道啊，只要要死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不应的嘞。像我活慈悲 啊，为了救人道，你死掉了，只要你来超度啊，都可以给你拉起来的。像你看这次的雷夫人，哎呦，超到那表嫂的爸爸妈在做蚯蚓哎，哇，这蚯蚓出不来的嘞，他功德很大。真的啊，这轮回心现身也啊，所以当下是平心，若是平心念佛则生息者，若是起伏更是念佛难调其心。孩子们当知随时保持安定，是为临终念佛生息必备条件啊，当下免受冤亲债主啊牵引。像现在啊，冤亲债主牵引，我也给大众讲了。你的嗜好要断了，大部分在梦中抓走啊。像这几个男众来这里，都是杂波俩起，都是女众抓走的。很多人不懂。啊，礼色不断的就抓走人，他样子都不一样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像这个就是七情五欲没断了，啊，自己五欲没断，他就知道你嗜好在哪里，他梦中就来带你。啊，你就进入他的空间，啊，这叫做恶念之境。啊，只要你身体被抓，就是恶念。啊，念随念呐、啊，业随业，恶随恶，无尽的轮回如何是？孩子，念之可怖。这个念呐、啊，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、哦，就是你有跨心呐、啊。啊，只要你有跨心，
大部分都不能突破，很难突破。没有人懂。啊，如叶子苦啊，子绝能有绝啊，子叶子子念子恶，像这个东西要听经。像现在我也给全世界的人听经讲，你们要救救自己啊，没有救谁啊，都是个体的。你说你要救你妈，你妈就个性不改，怎么去救？啊，你要救你儿子，你儿子个性不改，怎么去救？都是个体的来。像我们讲个性要不要？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啊，纯净纯善好是修行，啊，慈悲包容心量是修行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啊，纯净纯善修行很重要。像我们讲五戒十善，梦中有这个破戒，绝对不能进去。啊，我有守戒，我不能进去，你就不会受戒。啊，出家的大部分人没有，都大部分破戒就被抓了，在家也一样的。啊，说纯净纯善好是修行，慈悲包容心量是修行。啊，见善念善为净土之心，这很重要。他都看好不看坏，你说人道好不好改？很难改，你只能看好。啊，孩子的个性也难改。啊，为什么难改？他不能做主。像佛法很慈悲的来。啊，你救了他，等于救了他的众生啊。假如我们的硬碰硬啊，大部分呢，给他都下地狱了。很多人不懂的了，很严重的。啊，所以见善念善为净土之心。啊，谁啊？主观偏见，莫恶念偏俗，当知啊，境界呢，莫引恶浅。这句话好像听不懂。偏俗就是习惯了，这个世界的里还有这个惯性，啊，我有喜欢也不喜欢，梦中就你喜欢就被抓了。像现在的梦中抓，很多人不懂。我看看早上起来，哎呦你。被抓走，一看就知道。那你说是谁害的？当然是你自己害的。像我们来修行来讲，四大皆空很重要。啊，你四大不皆空啊，我给大众讲，晚上就抓了。啊，为什么啊？这个妈妈还是奶奶？还是爷爷比较不会了，女人比较爱孙子啊，晚上就给你抓走了。啊，你就垮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谁抓你的？冤亲债主，你最爱的才能抓。像人道来讲，不要用爱呀、啊，对自己伤也最大。啊，人家讲无情最好啊，你有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他可以抓你的了。像人道生存不容易哦，晚上抓，白天抓，啊，宇宙准则大家要遵守，没那么简单。抓苦中魔道，恶中业福，啊，交缠杂心啊，炼恶之境啊。
所以啊，我们对谁啊都不能有心不偏。给他众讲要听，所以越苦啊，苦越自重啊，当知改心，转变了、啊，转念了、啊，唯有自省，啊，唯有自修行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现在我们啊，相关大佛寺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福报很大。啊，来我们这里，我主要要你见性的。啊，只要你能见性啊，给大众讲，你能救死啊。像我们相关大佛寺啊，为什么要团体拜佛？啊，世界多样于世间呐、啊，啊，修行经上在经上，返璞归真是共同的、啊、单纯的毕竟净智性、啊、是为难得的知天性，啊，保护纯性呐、啊，莫令难，是为修行一桩事。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呐、啊、在拜佛之前。净在净，啊，零污染。像我们啊，身体不能起破了，啊，不能我喜欢不喜欢，喜欢又喜欢又不喜欢，那不是佛法。啊，佛法呢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看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假如你能够返璞归真给大众讲，你就见性了。像我们也知道，返璞归真叫做零污染。像我们也看到，人出自性本善。啊，你在父母生出来，什么都没有污染的。那见性就容易啊。现在在义祖在访问，大部分都是有存好心的、啊、才能当义祖了、啊。啊，在人大人也看他，虽然是智商来讲，你看他也能够说要救人。像我们这个社会很重要，啊，一点薄民之力啊，给人家导正的，对自己是帮助是最大。而且佛法啊，最高纲啊，最伟大就是救人的处理。像你们也听经听那么久，佛法都是教育的啦。假如你听得进去，那么都有救，很重要啊！你越保持越纯洁，越干净。对自己帮助很大，能见性。像很多对是修行不了解，啊，修行啊，你能发愿哦，那不得了了。就好像佛啊所发愿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啊，其实现在你说富贵人也很苦的。没人懂，啊！那我们相关大佛寺为什么要团体拜佛？一心啊！假如你这三个小时能够拜都没有念头，给大众等于就功夫都不得了了。将来在拜佛、啊。能够勉勉明白，就是耳朵啊，一定听到佛号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没有人懂，啊，所以团体拜佛将心放，放下所有啊，所有不留心。就是心不能有东西啦，
心静而功夫自然成。啊，像我也给师父讲，你没看到啊，灵界很多都在做好事，就像我们护法神满满再来。啊，像现在天道的护法神也很多来啊，啊，加入以后我回家都带走，所以灵性来救人还来得及。尤其呀、啊，师父你经过老法师60年讲经，那不得了，有没有道理？看到身体的构造，讲出来给人家听，不得了啊！很重要的嘞。啊，拜佛的练心清净，真心的难真得益处。啊，往昔啊，垢业无明所有觉啊，解锁放下，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你不要有过去最好啦。像不要有过去，我也给男众讲，以前玩过女人都没有玩过女人最好，假如梦中还是玩啊，看到女人你又进去，那你就被抓了。男女众很多都是这样的。像我们讲85世一心所，啊，84最难的，早一点放下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有觉呀、啊，啊，有觉解锁放下，啊，放下面，啊，见到真相本自然，往昔垢业无明所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把过去都忘掉。啊，拜的令心清净啊，身心成长得益处。拜佛很棒的嘞，说冤亲父子身同众哦，佛光普照心得平。啊，精进拜佛最深忏啊。啊，解冤了 啊解结好修行，所以个性要改是重要哦。重处着手去难成，个性要改。现在个性就是把魔众请过来，个性骗人的啦，没有人懂。啊，说少言。少言不语啊，勤自省，修行方有进步时，啊，像我们给大众讲，在我们相关大会是很棒的，啊，像啦，佛很慈悲，我非常感恩佛，每次佛在30几年开始，哎呦，一针见血，很重要的。啊，现在佛在开始新的功课很重要，这样人道只要你能够改心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佛是法界众生啊，啊，每位众生包括三河大地、一草一木、一尘一土啊，各个神灵。啊，6道10正持戒他方，因而系外星人等众啊，原本都有闪耀明亮的自信。啊，人人啊都有闪耀明亮的自信，原本都有，就为这个身体去污染，变成三个大地一草一木一尘一土。像我也给大众，人道要赶快苏醒哦。
啊，难道你讲的不舒心呢、啊？对你自己伤很大的嘞。啊，难道这身体的个性也要改？个性不改，不能进行的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原本都有闪耀明亮的自信，啊，彼此之间平等无高低啊，无贫穷富贵之别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人道来讲啊，有富贵贫贱。那现在学佛才知道，过去生修的啦。啊，你过去生啊，帮助人，这是享福的嘞。像人道来讲，有钱要做好事哦。啊，你好事多做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好事能够多做。啊，积功累德，做无做无做无做。啊，你要富贵很简单的嘞。像我们三十五品讲的最好了。啊，龙盲鹰哑都有因果的嘞，没人懂。啊，所以这个。啊，原本都有闪耀明亮之心，啊，彼此之间平等无高低，啊，无贫啊，无啊，贫富富贵之别，啊，无男女性别之不同，无你我也差之分，互相尊敬，互相尊重。像你们现在呢？我们的贵宝地有个好处啊，每一个灵啊都是平等，像现在社会来讲搞得不平等啊，你高我低，这社会出问题了，没有人懂。啊，真正的积功累德，你每辈子来做佛，啊，每一次来做人，都能平稳的来。现在你还看到电影在演的高低不平了，所以啊，无男女性别之不同，无你我他之分，互相恭敬，互相尊重。啊，无抢夺，啊，破邪啊，这个啊，逼迫等伤害，视为一种共享共有的世界。像西方极乐世界不得了啊！像我们要回西方了啊，西方的佛所啊所做的，我们要学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即是如是，弥陀是于啊此心经一四十八大愿五劫建起的和平与共有共享的世界。像这个人体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的人体空间很多的啊，为什么现在修行人很难翻页啊？啊，我也给大众的主要是个性跟慈悲不够，但个性都不改啊，大部分都不能见性的。
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这个身体啊，它是借你用的，它不长久的。像我们为了这个心都不能见心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你像人道来讲啊，每个人都有个性的啦。啊，你说是害谁？当然害你喽。啊，只要你有个性，你身体就苏醒了。没人懂。啊，因为众生要教育啊。啊，众生因一念的无明啊，烦恼生。啊，令心起波动，念是业力的形成，而、啊、有分别妄想、执着等况啊等况出现，于是啊灵性震动，动了实体形成的改变，而、啊、产生六道四正各种空间，各种生理、各种外形、各种生态，演变成如今的各星球。啊，相对的带有各种苦难。让大家能清净本样越来越远，啊，甚至五浊恶世当中，没有人懂的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了，佛号的啊，这个学佛的好处啊，净化这身体了。啊，这身体啊，为什么这难净化？主要心性不对。啊，这心性不对，你们好像听不懂，我讲的你就听得懂。就好像你很有个性，就把一些个性都找来。啊，这个性都清醒了，所以你有时候要改，它就是改不了，就是太多个性跟你一样的。假如你单纯一点。很淳朴，啊，要改个性很好改，自己做主。大部分都是自己不能做主，这不是佛打开，而且我看到，没有人会打开的。怎么可能一个人体啊这么难改？问题是你已经给人家做主了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我们现在谁害谁，你们都自己害自己，没有人害你的。啊，自己怎么害？个性害死，都是自己害死。像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啊，学不能有个性。能做不到啊。像人到一个败笔，都要听好不听坏。啊，讲的话你就气，就生气，啊，那不是学佛人的嘞。像学佛真正的学佛，他是不动，不会动的。像我们动来动去都不对，没人懂，所以。亿万年如今啊，啊，经历千万亿年了、啊，有机会得闻，啊，把这人体打开，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嘞。像今天啊，我假如不是在空间超度，我也不会讲，太多了。啊，每个地方都满满的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满。啊，每个人跟你都有缘。我讲这个话，大家肯定听不懂。就是三河大地，啊，你以前做过三河大地的了，所以啊，给大众讲一定要听哦。啊，为了这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，而且身体时间性也很短。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人道为着身体都不能完胜了，很可惜的嘞。啊，像很多人呢为着身体啊，
都不能进行，而且身体又是假的。现在魔界大部分都为身体才去当魔界的，现在看了很多。像我们现在学佛了啊，不要有自己的观念来跟佛走最好了啊，像佛讲什么就做什么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呗。像你要讲这个千万年，好像大家也听不懂，人啊灵性不是千万年的嘞。像啊做人啊能够成功，就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啊。像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若一度众真正离苦啊，唯有一步一步去除无明、烦恼、个性等各种难处。啊，就是这身体要放下来，这样讲的大家比较听得懂。啊，假如你身体放不下，你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得嘞。像我们的身体是借用的，给大众讲要听哦，时间很短。你看那一株剩的四十几、五十几种很多，三十几种也很多，来几年就走了。像我们来的不容易，能闻大法，这个大法很棒的嘞。啊，这大法救我们，找回自己啊。像我今天闻到大法，我赚到了。我不像人家生老病死，我不会，我也不要这个东西。像我劝大众呢，啊，你能修我给你拍手，你不修你淘汰我也没办法。给大众讲要改啊。啊，假如能够好好找回自己啊，大部分都能够进行。啊，这个进行要怎么进行？我讲空啊，对这个空啊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啊，像我们讲啊，记忆很好啊，这个我记，这个、我记，我告诉你不能进行。啊，不是叫你记忆不好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。啊。像我们呢、啊，真正的空啊，都不要，丢了。啊，要有哦，出来了，你看这个，这才是佛法，没人懂。啊，像人到了败笔，就是一直想，啊，一直想，啊，想东想西，一直想，就把自己输掉了。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人道来讲啊，你只要学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大部分都能够进行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会身上会起波，啊，你好他坏，他坏你好。你不能进行的啦，真正修行的人、啊、都是男人没有女人的啦，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。没人懂啊，修行才有进步的啦，不然你要想要进步很难。像我们呢，心一直在波动。像你看，我抓魔抓多少，
四个地球都有了，我都不动的。我只有一句话，我很值钱的。啊，我这句话怎么讲？你们人大也知道，我不当老人。啊，你很自私的，大部分都当老人，样子都老化了，没人懂。像给修行人讲，真正修行人呐、啊，啊，把身体放下最好。啊，你身体放不下，你绝对会生病的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你抓的身体越严重。啊，我给大众听哦，你的众生就苏醒了，他都在你身体里面的啦。而且呢，你要波动令事业业力形成，而且我们人大突然自己生气，啊，无明啊生烦了，众生也醒。啊，其实现在佛在讲这个，大家要听就改自己了，不要去改别人了。像我们自己都改不好，我们怎么去改别人？像你看看，我们人到啊笨死了，啊斗争竞争，斗争竞争，每天日子过得很快，啊背的因果一大堆。一点斗争竞争都不行的嘞，没有人懂的。像你看佛啊，啊所教我们的，把自己忘了，三河大地就中灵，空间都是中灵，啊四圣，你看四圣六道啊，各种空间都是中灵。这句话现在你们要信心，都是灵性众生啦。像我们相关大模式啊，啊，各种灵性众生都能对话，这是佛法啦，很简单的嘞。啊，你看，你看看。啊，各种生命、各种外形、各种生态，产生六道四正各种空间，演变成如今的各星球。像银河系很苦啊，因为几百几亿星球都有的。现在我超银河系很简单，就是空间都给它打开。啊，不管你什么魔来都没用。啊，我们打开是送光。送能量，我们是在帮助人的嘞，连魔众都可以帮助的嘞。像佛法很棒在哪里？你现在看到，永远没有对立人，只有对你好处。像你们今天来学佛，给你开悟啊，啊，也不在你身上得到什么。假如你不改啊。啊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，没救了，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演变成了相对地带来各种的苦难。啊，这我的，像以前呢、啊，常常访问呢、啊。啊！你把我水放毒，我不给村里喝。那时候我就看说，怎么有心量这么小啊？啊，有水源大家喝多好。啊，为什么为了不给人家喝放毒，啊，害死这么多生物都有罪在了。像现在我也给人道讲，很多人道很自私，不晓得造什么大业。像那时候我们在啊超度，听他们在讲说水源，我这罪很重的。
啊，尤其人道很苦，为了下半生付出代价很大。你看男人做了半事就为了女人，就为了一个女人的下半生付出代价很大，像女人一样，没有人懂，不值钱啊。像我们的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每个人都可以见性的啦。像这样没有欲望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要见性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苦从哪里？你自己找的。啊，这个苦为什么自己找？你不要有欢乐，不就没苦了？啊，你为了自私的身体就有苦了，很严重的嘞。没有人懂的嘞。啊，为什么佛讲众生本是一体啊？我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这个。整个星球，整个星界，众缘合合成的、啊。而且给大众讲，每个都有能量的，就像你们没有吃就不行了、啊。人道是这样。你看你们啊，看看这个银河系星球这么多，都在找能量的，所以佛都在送能量。啊，或每个地方啪送能量，啪能量，啪能量。啊，那为什么佛有这么多能量？我给他，佛就是啊，法界众生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能量用不完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很自私啊，能量就用完了。现在你看到自私的人下场都不好的嘞，在人道看得见的。啊，假如你不孝养父母，啊，自己一家父母留的很多，很凄惨的嘞。啊，所以故众生本是一体，如今见，像现在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人呐、啊，啊。一定要学佛啊！从啊有孩子都要学佛，不要靠孩子。像你们看到台湾很多人人还茫茫的来，又怕死啊，人有意识了，哎，知道死就要现前，哎，有恐慌，学佛不会的来啊，学佛他找回自信。你找回自己，啊，自己越来越明，啊，越帮助人，把自己给忘掉，啊，也不会生病，这是佛法了，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哦，啊，事实的真相，找回自信来。每个人都有条件，而且给大众讲，你助人家离苦，你也自己离苦了。像人道有没路，人道你不帮助人，你没有路，你自私没路的了。啊，所以唯一啊，步步啊，去除无明、烦恼、个性等各种拦阻。像无量寿经讲。无名贪嗔皆有，都是贪嗔痴来的，你才会生气啊！不能满你的意啊！啊，才能渐渐的恢复原本的清净本样，寻回自性，是为大家此心啊，此四心的功课，心的功课了啊！这心的功课，大家可能听不懂，用心找索。很重要，像我活了阿弥陀佛，啊，
可以讲，你看一个人体，哎，讲这个，讲这个，讲这个给你听，就是要你开悟。人道很难开悟的嘞，没人懂。像我们来修行呢，主要在转心呢。啊，当下之转心境呢，是为重要之事，要修行之要领。啊，人之所以啊，入境进入空间，是此心未转，啊，止于此心中。这句话好在什么？就把这身体当作真的。啊，梦中也当作真的，你就是进入空间了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现在空间很大，看到阿明就知道了。啊，不是阿明，他也一样的，都进空间，进去就是不能做主。你看几个都是人才耶，都很聪明的。啊，这个进入空间，很多人不懂，它有吸引力。啊，你的心已经不做主了，它就把你吸进去。这样的人道不换，很苦的。啊，假如这空间一出来，你能够做主，很重要。像现在很多学佛进入空间很多，啊，怎么就世俗没有犯？进入空间的。啊。当下之转心境，此为重要之事，亦是修习之要领。啊，人之所以啊入一境呢，进入空间，是此心未转，止于此心中。就是你这身体不晓得是假的啦，像这个修行啊，我也给到你要转了。像人家拜三千拜，见性很快的了，看你要不要见性。啊，能够见性那不得了了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，见性很简单。啊，里面就净空。讲这净空啊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就好像某种很多找苏师姐 啊找我有没有用？没用，我里面空的啊，什么叫做空？我不动。你看很多某种攻击我头啊，啊攻击我心，我心也不动。像我讲这个可能大家都听不懂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也没有欲望啊，也没有他抓的欲望，不像你们爱孩子啊，爱什么他会抓你们，就这样来，我也没有啊。像我很平等的啊，像我的孩子跟大家孩子一模一样的，你也要修行的啊，你不修行你也不能见性的啊，不是啊，我的孩子特别优秀，你要修行，你不修行你不能往生了，跟我也没关系的。这是佛法啦，所以你要动我的心很难，我是跟着佛的来，我只有度众，我一天能度多少度多少，就是一直度。人生没有白来，
像魔中啊，你看这么多几个地球都有了。你们看老师讲，我想我魔院的来啊，为什么想我？因为我身体没东西，你攻击不了我的啊，我只有微中。那你们现在看到了，只要身体有欲望，魔动进来你就枯萎。你们看到了，像这个世界的东西一样都不能要的嘞。很严重哦。啊，像人道来讲要靠自己啊，都是靠自己，不要靠别人。啊，自己要去转。像你家有100户、50户，啊，几乎都没用，不能救你。像这宇宙组织叫做天体，它个体才来。没有办法救你才来。啊，说外人之转心啊突破啊，事成啊，诸境啊，以诸成想意念皆于心境上所看，像这个东西就是身体要放的啊，当明其中之境转境哦，转念转心转好像好，无始之迷当因明悟，很重要。你看是谁在洗锅子洗这么大声？啊，脚踏实地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怎么叫做脚踏实地？啊，一脚不一硬的。像学佛不能骗人的，像你看看我们的身体，谁都能攻击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学佛了，宇宙准则啊，一定要一脚不一硬的嘞。啊，只要你宇宙准则在走，啊，一定要去突破。像我们一直在突破的，像金刚老法师啊，师父在上面看到，我们这里是身心疗，我们不吃药的，啊，吃药就枯萎了。像你啊，要救京东体系啊，你就好好的看到你几岁被人家清洗，像我们现在也知道不是人体可以做好事，灵界也可以的嘞。啊，你看灵界都是魔，哎，有佛，像这个啊，西方下来的佛来讲，他都不动的啊，他在救人是这样，你要跟他相应，他就帮你啊，他去帮你，你不跟他相应，他就在等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像佛现在站在这里啊，啊，显感显应，明感明应，你真正的贵重。佛帮你的，问了佛写了一排，都是佛讲出来的。现在这几天要访问了，这访问的不重要，重要在看你今天写多少，我今天给你打多少。看了69人进去了，也吓死人。
啊，大部分都是灵体的。啊，你说灵体怕不怕？不用怕。啊，你灵体啊，其实来做佛事啊，灵敏确实来。要看自己发心的、啊，像我也不强求人家。啊，知道宝要学，那就有救了。跟你讲了，你为这世间呢、啊，那没救了。像世间的钱呢、啊，带不走的嘞。啊，在这里啊，一脚不硬啊，帮助众人破迷开悟。啊，能讲经说法，你就不得了了。啊，脚踏实地步步行的，不靠他，能靠自力啊。无自私自我保护啊，唯心弥陀之清净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假如说自私自我保护，你大不多不能翻译。啊。像我给大众讲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。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也给大众调一下啊。你的身体啊，啊，走一步，给大众讲，啊，这个身体来讲，啊，一步一步进化，一步一步为重，你身体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啊学了佛，还是很自私。你都一直在枯萎，没有人害你的。啊，早一点呢、啊，把自己呀、啊，啊，五十兆细胞超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其实不是五十兆。像我现在操作，我觉得身体有千百亿，而且空间呢、啊、都一打开都很大，很严重的嘞。像给大众讲，修行要靠自己。啊，你啊不靠自己啊，你靠法师啊，法师自身难保。而且现在很严重，魔界都在控制出家人，很可怕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身体会控制啊，自己也不懂。啊，你有贪嗔痴慢，给大众你就被控制了。啊，说脚踏实地啊，步步行，不靠他，能靠自力。啊，无自是自我保护，唯心弥陀之心。像这个修行人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很重要就是日课不能断。啊，尤其拜佛念经啊，诵经不能断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比如说你一年365天都在拜佛，啊念经，你停了一天呢、啊，你就断掉了。你要重新一年365天重新开始。很多人不懂啊。现在啊，你看到孩子来讲，来我们这里医病，真的都不能做主。啊，进入空间很严重的，都是父母没有教了，没人懂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自己也知道很苦啊，众生也很苦的。啊，这样我们能够走出来，帮助众生，这是佛法啦。
像很多人，我为什么帮助众生？你也是众生啊。你要看到现在啊，你怎么有贵人？你帮助过人就有贵人呐。啊，他没有贵人，很多的嘞。很严重的嘞，在我们现在人体的个性要不要？不要啊！我们俩个性像水啊，这里也好，这里也好，这里也好都不起头啊，每天很快乐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毒种。假如一个钟头给你起烦恼，那你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得嘞，像你给大众讲啊，脚踏实地啊，听经闻法很重要啊，把自己啊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真的找回，改掉。啊！而且我给全世界人讲，心要正，爱要出生众善根。啊，把细胞彻底的改啊，你能够翻页了。假如说你还很世俗，翻页就难了。啊，像啊，听经闻法不间断，只付出不求回馈，这是佛法了。服务大众，改个性，真改真心，不含苦。像呢，你们很笨的，含苦你不成才。啊，法喜充满，你成才。你没有众生，你怎么翻译？你要帮助人，你才能够翻业的嘞。像我就是帮助人翻业的，都要靠自己的啦，脚踏实地呀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啊，你说翻业容不容易？很容易。只要没有自己就翻页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这个人体啊，今天佛打开了，我们也了解啊。像我们现在也知道十殿王叫做转轮王啊，这个转轮王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就是你还没有来出世，他就觉得啊，某某人啊啊，你要去出世几点几岁就要回来？大部分的阳寿都不长了。那我给他说好了，给你很长了，100岁。像现在连70、80岁都不能走了。啊，100岁看天花板。所以我也现在呼吁啊，全世界。有孩子不要想要靠孩子，要靠自己啊，赶快给本人找到啊，大部分都可以救啊。假如说我给大众讲你不能找回自信，那你就输掉了。我给赵总讲又听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假如你今天学佛了，啊，步步为众不为己，总以行为啊见自性，可以的。像我们呢，啊，佛的话，老师的话，大家要听的嘞。
像这个拜佛是一个法喜啊，念经啊，长自己的智慧，念阿弥陀佛，光照无尽，很棒的嘞！啊，慈悲啊，智慧转逆境啊，心量包容啊，重缺失。啊，是为善知识富啊！啊，所以啊，是为善知识富重。耳提面命啊，改过处，付出不求啊，重回馈，只愿精进见自性。像我要人才，人才就是法身找到啊，法身找到，你能救无量无边的嘞，没人懂。现在服务大众，没有心最重要。啊，什么没有心？做无做无做无做。像你在听话，我给你拍手，你能坚信？啊，不能听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结个缘，你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的啦。啊，说服务大众脚啊啊脚实行。讲经说法不间断，啊，无心呐、啊，降伏啊，诸魔怨呐、啊，法身超度啊，无数种。这个法身超度啊，我也在教大众。其实不是空间这样空空的嘞，像我的眼睛看得见，啊，空间是密密麻麻的。像我在讲这个密密麻麻，可能你们也听不懂。就像他的头部，你的头部，他的头部，他的头部不一样。啊，每个的头部不一样，每个空间不同。像讲这个，啊，佛法真的很高干的嘞。啊，每个头部不同，每个思维不同，空间就不同。像人道很可怜的啦，啊，人道没有佛法教育，大部分都不是自己身体给用走了，而且越聪明的孩子，大部分都不是自己。现在我们访问很多大人物啊。都不是自己了，啊，四魂身位给人家踢走了，真的很多的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要来见性的，啊，见性容不容易？你不把身体放下，不可能的。啊，所服务大众啊，脚踏实，讲经说法不间断。啊，像这个佛开示老师开示，很棒的嘞，像我很喜欢。你叫我重复重复讲，我不会累的，而且讲呢、啊，里面呢、啊，给大众讲，一针见血的嘞。像你们不开悟，我都一直开的。啊，无心啊，降魔啊，诸魔怨，化身超度无数种，圆明双眼见真相了、啊，不为宇宙之准则。这就是宇宙准则遵守啊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你不想生病，你宇宙准则一定要遵守。啊，假如宇宙准则你不遵守。你身体会生病的、啊，看你的选择了、啊，一点偏都不行，一点自私都不行。
我给大众讲要听啊，所以原名三言见真相，不为宇宙之准则啊，寻于真理正道啊，就是度众随佛学。像你看看，相关是我学佛史，学佛史就是你看看佛所创造的阿弥陀佛啊，四十八大愿。啊，像我给大众讲，精神越做越好的嘞。像好像今天讲经也啊两场完了，好像昨天三十七天三天好像已经过了。啊，其实你们不晓得，我抄了无量无边的嘞。我这次的超度进步非常多。而且我能量回来更多，将会给大众超度非常重要的啊，超度主要在度谁？度你，把你自己提升了。所以啊，啊，时可堪为啊，众学习，就是度众随佛行。不为一步之准则的华生道度无数种，每个人都可以的啦。现在啊，啊，我才知道见性的可贵。这个见性好处啊，看你身体，我就知道你问题在哪里。像我把孩子抓了，我说你先拿笔写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我讲一百，这个就是进行了。像孩子讲我也要，要修了，没有自己呀、啊、才好修，你还有牵肠挂肚怎么去修？像啊，人道得到不容易啊，要会珍惜啊。啊，假如人道你一天一天的给它浪费掉，啊，都在啊做一些带不走的，那你就输掉了。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讲经说话不间断咯。就是注重随佛行啊，心与真理与正道啊，圆啊圆明双眼见真相。像这个眼睛啊，开的真的很好，像你们的业我都看得出来啊，你这业是从哪边来，在你脸上，在你背部看得见的啊，像学佛很重要啊！那现在都谁害的？你自己啊！所以啊，赶快听经闻法，啊，听经闻法，找回自信很重要。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改，只有改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